等一下呢就是 Cloud 的时装秀了，然后大家我也是非常期待。你看现场非常多人，然后已经挤满了，他的座位呢只有两排小小的座位，然后所有的人都要站着站在后面。那这一场秀呢，估计陈冠希也花费了很多精力，然后不光是布置现场呢，就已经布置了3个小时。然后我们看 rehearsal 呢，也是看得非常激动。然后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秀吧。Cloud 本次时装发布会也是品牌15周年庆典，名为过去、现在、未来，发布包括来自 Cloud、Cloud T 和 Cloud Royal Silk 系列的男装和女装混搭，以及众多首次亮相的限量合作产品，还有全新的街头时装概念。发布会将重点展示过去各个系列精彩产品的叠搭，观众可以通过这些手法看到 Cloud 从过去发展至今日的品牌历程。发布会舞台中央设有特别安置的花卉装置，来自花卉艺术家 Azuma Makoto。 为了庆祝 Cloud 凝结的本质，他们还邀请了体现 Cloud 精神的朋友参与走秀，其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Alili May、 Dr. Wu、 Matt Senna 等等。发布会不仅将展示历年经典作品，也会展示一些边看边买的商品，可通过天猫购入。作为亚洲潮流文化的推动者，他则带领自己的潮牌一路成长壮大，并始终致力于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此前陈冠希在公布登陆纽约时装周的消息时，曾用到 Made in China but for the world 这样的语句。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oday's Cloud's collection? I thought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like very street and fun and just really inspiring just to see the mix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ind of like the urban and the traditional pieces kind of vibing together. So like what are you anticipating like in the year of 2018, like in this fashion industry? I just thought like also the runway was very diverse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of that and just more of like a wide range of diversity in fashion, and I think we're getting there. Yeah. So like, I mean you've been a model for a pretty long time. So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difference when you first started and now, like then and now? I think then when I first started modeling, social media, there wasn't that platform of social media, but social media I think has really given me the voice and the opportunity kind of to create my own world and to be more individual, so I think it's great.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We'll be right back.
道是陈鹏，你知道陈鹏是谁吗？他好像是刚从那个伦敦的时装的一个学校刚毕业，他是刚刚才毕业，可是他是很红，对，听说他是有很多对，哎，他是四个当中最不红的一个，可是他的衣服很漂亮，然后我就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听说他在做设计师之前是做了7年的化妆师，帅真的，还有就是那个太平鸟，对，他们两个一起，哎，太平鸟很多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喜欢，因为他性价比很高，就他是设计，对，设计很大牌，但是性价比就价钱又不贵，就很多人喜欢。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秀的怎么样哦。好。开场非常有趣，是挤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眼保健操主题曲。那在纽约时装周天猫中国日，首次亮相国际市场的中国品牌 Peace Bird 太平鸟，在纽约时装周带来了一场复古的面貌，以80、90年代中式校园风这个曾经的时代，融合当下的街头潮流，重新阐释国潮。这次打造的秀场造型中，重拾中国80、90年代的时代特征，结合当代的街头潮流，以男女装混合走秀的方式，模糊了性别界限，展示出更随性的无性别风潮。Peace Bird 太平鸟希望在纽约的舞台上展现年轻人所喜爱的潮流，与中国一代人产生共鸣的同时，引发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在这次海外处女秀上，Peace Bird 太平鸟唤起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校园梦。这次选择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眼保健操主题曲作为开场音乐，提炼出复古经典的运动休闲校园风，凸显时髦有趣而毫不费力的年轻气息。虽然传统意义上中国校服一直给人刻板的印象，但超大款的白衬衫配上经典的运动套装及白球鞋的造型，被放大后的年代感伴随着一股复古风潮强势来袭。令人惊喜的是，此次秀场还带来了与美国可口可乐联名合作系列，中国潮流与美国品牌的有趣碰撞，更为强化了年轻的无畏态度。
I wanna lock in your love.